看病难、排队长，一直以来是群众的就医难题。游溪县总医院推出全节点、多渠道的微信平台诊间支付、结算等服务，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就医条件。还有一块功能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诊间结算，啊，减轻病人的这个来回跑动啊。